陈艺蓉最近投身编剧，走创作才女路线，她今年度成为台北电视节的代言人，今日出席记者会。从演员投入编剧行列的她，处女作《狗狗禅》勇夺300万新人奖辅导金。该剧描述艺人与狗仔之间的故事。陈艺蓉透露，300万辅导金已拿到，明年初将会开拍。她规定自己不当导演和女主角，但一定要是首席编剧，且荧幕上还要挂满陈艺蓉三个字，让大家笑翻。已经拿到辅导金了，然后可能就是明年年初会开拍。然后我有规定，就是我可以不要当女主角，我可以表演，但是我要挂首席编剧，而且我的名字陈艺蓉要写满整个荧幕，整个荧幕上面陈艺蓉三个字，然后我要让全世界知道我是才女这件事。十分崇拜九把刀的陈艺蓉被封为女版九把刀，而九把刀是写而优则导。问及陈艺蓉是否也会亲自做导演，没想到陈艺蓉的回答出人意料，真是语出惊人。我也当导演很累，导演不是人干的嘛？对啊，就是我觉得就是我的愿望就是当一个就是让人家知道我是才女，然后当一个编剧，然后荧幕上写满我的名字，这样我就很满意了。